出去出去！哎呀，出去！听到没有？出去！出去说，出去说！哎呀，出去！你是哪人？走走走走走，出去啊！哎，老人家嘛，演个屁要演！哎呀，出去出去！快走快走快走快！哎，看啥子看？回家做事情，走，走。就是不想给我面子嘛！哎呀，我们就是啊，爷，爷要不给面子，哪有那本书？这就是。来来来，我们快再来一遍。嗯。一生都是学不学，但是家长教育的老人学。教育过去小秘密，小事小事学不去。我们大家都在说亚克西。一百钱，多少比赛上不学，今天我就给你钱，那是家长做一把个老人哟。再来一个，哎，不错呀，唱得好。头开得倒是不错，但是王宝奇总是最不争气的一个。哦，还有，十七面来小秘密，香味飘满幸福区。啥玩意儿啊？我们还会其他节目。我们还会跳舞。请下面欣赏，歌舞，我爱北京天安门。表演者甘江斗，王宝奇，陈家国。我北京天安门，天安门上太阳升，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。我爱北京天安门，天安门上太阳升，领导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。站，预备，开始。我爱北京天安门，天安门上太阳升。来了，下面同志炸酱面。对不起，又是个鬼娃娃，你老子！哎，对不起，同志，对不起。虽然只剩下一碗汤，但是我喝得如饴满足，我完全比这个女娃儿感动。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心地善良的女娃儿成了我的老婆。
非常烦。饭了，你先吃的，我等一会儿了。哎呀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要是饭冷了，还不像我来热呀？那是磨着人得很哦。哎呀，不要这儿打岔我嘛，我等一会儿就来。没事。
叔叔，我家来了。哎，小朋友，来拉两个回去吧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叔叔。我好想啥子？哎呀，一个人说慌了，你们不行就问嘛。哎呀，真的好想哦。好像是，哎，好像是从那边出来过的。啊，那家人啊？对对。就是那家人。好想。好想。哎，好想。好想就聊了。好香。哎呀，我好想吃。哎呀，你想吃就吃嗦，都脑壳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哎，我们哪个去？哎，四圈四圈。对嘛对嘛对嘛。哎，这呀，老板干嘛？你输了，不干也得干。哎呀，要是我走了，你们就把鸭肉给吃了。哎呀，你说我们那么搓嗦，放心嘛，我们以毛主席的名义担保。对，快去嘛。对，如果我们吃了你的鸭肉，就是剥削，是压迫，我们绝不会让着的。哦，对对对，毛主席说，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放心，有毛主席他老人家在监督我们。快去嘛。哎呀，毛主席还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。去嘛。老去了。那你们不准把鸭肉给偷吃了。好好好，去嘛。放心嘛。那什么什么那我去了。去哪个哪个庄子，啊，庄子，这是啥回事？不晓得，这儿使劲抠门，刷肚子嗦，使劲往里头冲。嘿，撞鬼哦！这不是玩偶马戏吗？拖出去，拖出去！走走走。拖出去，拖出去，拖出去，拖出去！啊！
送给了我们一罐老酒儿。抽的嘛，太严重了。那咋办嘛？你看，快点抬进来，我咋子针灸？我是杨大张，我想到我是了。哎，医生，问题好了，对对。这咋回事呢？哎，奇怪了。那个医生，可能至今都还没有想明白，究竟王宝奇身上。具有啥子特异功能，或者在那一瞬间发生了啥子医学奇迹？我也想晓得。要不我们吃一点点，然后尝一下味道。三个人就这样大吃特吃，撑到老满肠肥，肉汁儿也比我们喝得来干干净净。那天我第一次晓得，原来肉汁儿还是要追人的。
蜡像天南北在对数，风很轻，雨很多，像一种温柔的月亮的把我们包裹在一起，更像母亲的怀抱，让人依然不想走，依然不想离开。Yeah.